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呢刚起床，然后现在大概是7:20，然后现在超漂亮的，现在的天空，然后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度，我刚看。9:04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做核酸检测，然后它是第8天跟第14天都要去做核酸检测，对。好多车哦。检测完了，然后我现在还在流鼻涕，然后就一直疯狂打喷嚏，跟上次一样，然后这次流超多眼泪。